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，溜一手，我语文考得和你一样哎。那你要加油哦，我作文没写，60分没要了。小屁孩，阅历不够，不会写作文吧？刘一手，你就算总分第一，起码给语文老师点面子，随便写两个字也行吗？我下次注意。这道题做错了，举手给我看看。我是偷吃辣粉的，不小心把辣条油滴到八点档上了，结果一半答案看不到了。这次试卷都给我拿去给家长签名。像吧，这种大的那潦草字我一看就会。像是挺像，就是你签你妈的名字不太合适吧。短信已经发到家长手机上了，个别同学别想蒙混过关。刘一手，你放学去我家吧，你在我妈打我应该不会下死手。哟，蚊子回来了。从阿姨的态度来看，应该还没看到信息。有蚊子，帮妈去拿一下快递。好，刘一手，咱们一起去。带着手机下去，顺便把短信删了。这不就搞定了？我来看看我妈买的什么好东西。哦，蟹卡，扫码领取大螃蟹，成功支付20000元。这个 Z 啊，我觉得不回去也罢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蟹卡骗局？我早上还找到一张蟹卡，已经送给主任了。嘿嘿，我可真是贴心的小棉袄。那张蟹卡是诈骗。喏，牛滚子刚一扫就被刷走20000。这。算了，转学吧。这上面有礼品兑换地址，我们可以先去这找找线索。陈富义，当你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这蟹卡能在你这兑换吗？我们没有这活动啊。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我记得他们。你哪来的零食啊？给我来点。这是我妈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集团的上周寿司手剥夏威夷果，奶香味足，口感松松脆脆的。左滑逛抖音商城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一键入手，每袋不到2块钱。抖音双十一打折条，一件一点不用扣，上一层券更超值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爽快下单，不等忙姐。就是他。不知道这是老师地盘、王小丽，你去联系主任和警察。抱歉啊，大哥。那个我也是给别人打工的，要不我帮你发，你给我送工钱。行，等一下发完跟我去面包车拿去啊。热烈表扬优秀高一师班刘一手，牛滚滚，王小丽破了本市蟹卡诈骗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身份要保密，我现在给你代号：夜莺、夜雕。八岁神童之蝶影重重。同学们，这大扫除不得搞2小时，有的玩喽。哟，牛滚子读书不咋的，干活还挺卖力。哎呦呦！最喜欢打扫包干区了，没人管。刘一手，我来找你玩了。我搞了好东西呢，偷偷点了个外卖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呦，趁着大扫除，赶紧把作业给抄了。哎，你别抄我作业，我也是抄别人的。来，两个人去打扫下校长办公室呢。正好，你俩去吧。主任，天上掉馅饼了，拿外卖竟然没被发现。喏，校长办公室里有微波炉，我经常在这里热早饭吃。我都没零花钱了，好久没吃必胜客。嘿嘿，你小子今天有吃福啊！最近必胜客双十一天上掉馅饼，直接优惠打骨折，10月23日起，79元无尽爆款套餐年度最后一次回归，还有9片套打折，你93折起，才129，直接可以在必胜客抖音直播间抢。这种从天而降的馅饼可不能错过，而且套餐丰盛吧，也太适合我们了。你们俩干嘛呢？老师呀，我们来给校长打扫办公室。辛苦了，出去吧。等一下，哪个班的？乱说一个吧。4班的，功德减一。打扫的不错。不对呀、刘一手，全校老师都认识你，你骗他有什么用啊？不对劲，10分得有9分不对呀、是小偷。
不会这么简单。首先，如果是普通小偷，他没必要带着教师工牌伪装成老师。其次，办公桌上的劳力士手表他碰都不碰，却在翻档案袋。据我所知，校长最近接管了全市联考的卷子，这人肯定是冲着试卷来的。赶紧打电话给主任。这次多亏了刘一手和牛滚滚同学啊，抓住了这个不法分子。这是个专门偷考试答案的犯罪团伙，这次我校要记大功啊！校长喝茶。嗯，怎么有股烤鸡味啊？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。刘一手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毕业了再来找我要吧。这么笨还偷我手机，我忘的是你的手机。你给我死，我的拖把。哦，错了错了，我等下中午就去帮你偷回来。怎么不叫刘一手一起？他被主任叫去办公室后回来就不咋开心，估计被批评了吧。你在外面帮我望风。OK。我去，我先溜吧。牛滚子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主任，干嘛啦？跑步呢，跑步不去操场，在走廊跑什么？我在燃烧卡路里，给贵州山区的小朋友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啊？你不知道崩铁出了个公益活动，奔跑吧开拓者，燃烧卡路里可以给贵州山区的小朋友送温暖包，让小朋友在冬天也能感受到温暖，多有意义啊！主任，要不你跟我一起跑步助力吧？我还可以给你讲讲崩铁新加入的叫托帕的元气可爱的商业故事。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活动，你去召集同学们多多参加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的灵力啊！哇，主任回来了。好，关于刘一手去哈佛留学的事情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刘一手要出国了，牛滚滚！我看你是难怪他下午不怎么说话，就坐在。哎，老板，啊，还差一个小孩，这批质量好啊，可以卖个好价钱啊！哎，卖小孩？王小丽，你赶紧去通知主任，我跟着车水进一遍，保重，一定要坚持到我们来。哦，这边，叔叔，我们飞到哈佛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要17个小时吧？差不多，喝口水，去吃饭，休息一下。这水估计有问题，假装喝一口。刘一手，你快醒醒啊！刘一手，你别掐了，我痛死了。Much later.我上当了！怎么回事呀？这就是美国吗？这就完了？我一早就发现这出国项目有问题。哈佛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，我上车的时候故意说错，工作人员竟然都没听出来。那你怎么通知主任呢？还好我的电话手表跟你手机连接的有实时位置，正好你的手机落在主任那里。干得不错啊，王小丽。我们学校就是人才辈出啊，高一时他只有一手。以及王小丽同学聪明勇敢，破获了一起跨国拐卖案。不愧是刘一手啊，